7月10号，我等着全国的青少年来武当山参与我们的武当武术功夫夏令营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认为青少年们祖国的未来，我们作为武术传承者，一定要为青少年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，从练武术开始，增强他们的精气神，增强他们的自信力，增强他们的自立自强的啊这种意思。所以我们来这儿第一件事就要学武当拳，第一步啊，敬礼、抬臂、马步下来，冲拳，力达全面，啊，冲，啊，保持这几个动作。好，那我们跟它连起来，你会发现它就会有意思了。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完成这样的动作。好，那么这些呢，你会发现动作极其简单，同时呢又充满了力量，练就孩子们的这种协调性啊。所以每一个青少年来武当山呢，一定要学一学他的武当武术，把我们的身体啊练得更加强壮。反复的练习呢，对身体啊它有一个控制力。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